透过活动，让孩子们懂得保护海洋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靠海的林园区上尾国小推动风帆教学，带动附近上尾渔港的观光效益，彩绘社区改善周边环境，让紧邻上尾渔港仿佛变成为海洋风彩绘村，成为该地点的打卡新景点，也为社区生活中增添了许多小确幸。那在净塑的理念方面，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发觉说我们的海洋的生态遭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海洋生物呢也面临一个生态的危机，所以我们的蕾蕾老师呢跟高年级的一个社群群组，我们组合，我们有一个叫恋恋海洋工作坊的教师社群，然后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呢，我们针对海洋的生态就是可以教导海小朋友如何从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少用塑胶，就一边开船可能就可以一边把垃圾捡起来，这样我们也玩的水域会比较干净吧，同时也是为我们的环境啊。我就看到别人的就是海滩都很干净啊，我们这里就会很多垃圾，就是假如我们开船有空的话，就可以顺便把垃圾捞上来。成立风帆社团与风帆队，初期训练以亲子体验为主，再利用每周三团练加强学生们的基本动作以及观念。教练除了教导风帆技巧之外，也培养孩童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特的创造力。水方新闻归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